有的人不了解出家，好像就是不讲孝道。实际上，佛教是非常注重孝道的。大孝释迦尊呢，历劫报亲恩呢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都要升刀地天为母说法。自己的父亲净饭王去世，他要亲自去抬棺木。每年的7月15，我们的盂兰盆会就表明，以大目犍连尊者作为代表，他救他的饿鬼道的母亲，自己道力不够，能够所有的大众生共同来帮他来救拔。那古往今来多少出家的人呢？他们对父母的那种孝，那是刻骨铭心呐。这个唐代有个智林法师，因为他出家3年，他的母亲去世了，他回到家之后啊，就在自己的母亲的坟墓上痛哭啊，都出血呀，就到那个。我五岳庙就在那里诵经，一定要知道他母亲生到哪个地方。五岳神就指点他到阿育王室拜佛舍利，就能知道自己的母亲生在什么地方。这个智林法师就到阿育王室拜舍利塔，一直拜到4000拜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出现了。他的母亲说：“由于你。”拜塔，把我超度到刀地天了。看到他母亲升天了。唐代还有个师贝禅师，他是雪峰禅师的弟子，父亲是原来是捕鱼的，他父亲就是在捕鱼站在船头上落水去世的，这样给他的。震动很大，所以他就觉得自己的父亲一定是在恶道里面了，所以他就为了救他的父亲，他出家。出家那是他是修苦恨的，旱涝忍苦，结果有一次他是过山岭的时候，这个被石头把脚划破了，流血的当下，他开悟了。开悟也得到了雪峰禅师的印证。开悟的当晚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出现了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对他说：“由于你出家修道，悟明心地，我赖你的功德升天了。”中哲禅师，宋代的，为了度他的母亲。接他的母亲到寺院，住在方丈寮的东院，劝他母亲念佛。结果他母亲在寺院住了7年，从开始不相信、散乱的念，到最后坚定信心，一心来念，承办往生之事。那中哲禅师送他母亲往生之后。自己也就起建了个莲花盛会，以这个结社的形式来动员更多的人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他这个莲花盛会一成立，就做一个梦，梦见一个30岁的清美的男子，要求加入他的莲花盛会。那中哲禅师就拿着簿子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要登记名字。”这位男子说：“我叫普惠。”记下来之后，又说家兄普贤也要参加。你看，醒过来才知道，这普惠、普贤两位大菩萨，就是华严会上离世界品的这两位大菩萨，感得华严菩萨优赞，所以这个佛门里面
对父母的孝，称为大孝当中的大孝。就是儒家有一句话叫小孝弗立，忠孝弗劳，大孝不愧。平民百姓小孝就是为父母出力呀，那忠孝为父母服劳啊，带父母啊做很多事情。大孝不愧就是这里就是要养父母之志之心。真正的孝不是孝一个孽媳的父母，而是要孝父母的那个啊妙明真心。而这里面孝的内容就更深邃一点啊。那这个佛门当中讲大孝当中的大孝，不仅是让你光宗耀祖，让你父母能得到好的名声，而且要让父母离开三界六道，要就近圆成佛果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发菩提心的核心了。我们作为一个凡夫身在这里，身不能对父母有身体上的赡养，道业上也没有足够的道德来超度父母，那这里重罪难逃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得思维，唯有发菩提心才能够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。要知道这个父母生育了我们，但是他没有真正去修道，没有修道一定在轮回里面。我们想到这个对我们有大恩的父母还在轮回里面挣扎，那就情不自禁的要把父母从轮回里面超度出来，作为一个重大的事情。这就是要担荷报恩的重任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，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百劫千生来成就这个菩萨道。十方三世就是无尽的时空来普度一切众生。